我父亲以前跟我辩论，他怎么讲啊？我们两个人辩论，我跟我父亲辩论，我说有轮回，我父亲讲笑话，笑话，人死了什么都没了，什么轮回？我说有活菩萨，他说你哪来给我看，我看了我才相信。我说有天堂有地狱，他说我没看到我就不信。他唯一的强调了，就是说我死了什么都没了，什么轮回我才不信，什么灵魂我也不信。我父亲就是这样子，我跟他辩，哇，辩了半天了，不输不赢，因为我会拿不出东西给他看。那么他跟我辩这个，他这个辩论叫做断见，人死了什么都没了，也没有什么因果，跟你讲因果我不信，我没看见，我死了就死了，哪里还有什么因果啊？这个就是在佛教里面讲叫做断见。